同学好，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来学习。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这个小小的单元是推移矩阵。什么是推移矩阵呢？其实，光看这个名词，感觉它有推跟移的这样子的动作，但怎么推怎么移呢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的内容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目标是要了解推移矩阵它到底是什么意义呢？然后呢，我们要知道推移矩阵它公式的由来。最后呢，要观察推移矩阵还有它的应用相关问题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推移矩阵的定义哦。推移，它有两种，第一种是把点 P， 这个 P 点叫 SY， 沿着 S 轴推移 Y 坐标的 K 倍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把这个 P 点哦水平推，推多少呢？推它原本 Y 坐标的 K 倍啦，那么就得到 P prime 点。那我们可以知道啊，水平推，那可见 Y 没有变，对不对？ Y 坐标没有变，那 S 坐标是变成原来的 AX 加上 K 倍的 Y 嘛，所以你看就写成这样 S prime Y prime 就写成这样 1K01 乘上 SY， 你看我把它乘开哦，前面取列，后面取行哦，一乘 S， 所以 S 乘S 加上 KY， 那后面前面取列，后面取行，理应乘它就没了，就是 Y 哦。那我就知道后面的坐标知道了哈。那第二种推移是沿着 Y 轴的方向推移 S 轴坐标的 K 倍哦。好，所以 S prime Y prime 呢就可以写成这样哦， 10K1。 好，所以这个是 AK4， 你看 S 坐标不变，可是 Y 坐标呢变成 KS 加 Y 哦，因为它是沿 Y 坐标，沿着 Y 坐标推移S 轴的 S 坐标的 K 倍，是垂直的推就对了啦。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两个，第一个叫做 1K01， 第二个叫 10K1， 这样子呢我们都称为推移矩阵。那么这样的线性变换呢我们就称为推移变换哦。这个还蛮神奇的，对不对？不太了解的话没关系，我们来再继续看一下，那推移的特性有哪些呢？推移特性有一个，就是在坐标平面上经过这样几何图形推移的变换，它的形状当然会改变，因为我们刚刚是水平推或垂直推，应该会就是就怎么样往扁掉就对了啦哈。但是呢它的面积不改变啊，我们来看这样说明。假如一个长方形，看本来长方形长这个样 ,OABC, 这个叫做 AB 叫做 B, 沿 S 轴，老师举这个例子是沿 S 轴推移这个 Y 坐标的 K 倍。所以你看哦，它本来这个 A 就变成 A 加，我们现在是 R 改成 R 倍好了， A 加 RB, 这个Y 坐标不变，所以 B' 在这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 P 点也是 A 加 RY 都点 Y， 好 OK。 那当然呢，这个 C 本来是 0B 嘛，因为这是0嘛，所以0加那0就没了， RB 所以都点 B 就长这样，所以推移过后就在这边。所以你看哦，原来推移前是一个长方形，它的长乘宽就是 A 乘 B 咯。那你看它推移后变成一个平行四边形，底层高，那还是 A 乘 B 啊。你看它高这个做垂线下来，这个还是 B 啊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本来长方形后来呢变成平行四边形，它的面积都是 A 乘 B， 所以并没有改变。所以推移的这个特性还蛮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老师呢举这样两个例子哦。第一个，我们把两推移矩阵 A 写出来了，你看这个就是沿着 S 轴推移 Y 的二分之一倍，那这个呢就是沿着 Y 轴推移 S 坐标的三分之一倍。好 OK， 好，会得到这个本来有这样的阴影图形。好，那我们做两小题。第一个，从先
做 A 变换，再做 B 变换，问你最后的图形是谁啊？好，那简单嘛，你看，先做 A 变换，所以这个本来是四个点，你看老师怎么做？老师一次做四件事，好，本来是原点零零 ，A 点三零，好，值得看 ，B 点三二 ，C 点零二，好，去乘上啊，前面乘一个 A， 好，先经过 A 变换，再乘在前面。再前面再乘一个 B， 再经过 B 变换，所以我们真的乘开，所以这个 A B 可以先乘，再乘后面的这个点的这个矩阵，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你看乘出来，那当然你也可以用结合律，好，后面这两个先乘，然后最前面再乘进去，这结合律只要次序不变，它乘法哦有这样结合律都没有关系，好 ，OK， 答案都一样，好，所以最后出来变这样零零三一，好四三分之十，还有一三分之七，好，那这个四个点老师把它画出来，好，在这里你看原点还是不变，好，本来是三零变三一，好，本来是三二变成这个四逗点三分之十，本来是零二变成这样一逗点三分之七，所以最后变成这样，先经过 A 变换，再经过 B 变换，最后长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二小题哦，哈，第二小题相反，好，先经过 B 变换，再经过 A 变换，那一样的道理啊，这个点的这个矩阵在后面，前面先经过 B 变换，好，在这里，在前面再经过 A 变换，所以你看我是从后面往前看，对，后面往前看 ，OK， 好，那你看真的乘开来，乘开我可以这后面两个先乘，好，最前面再乘，所以最后变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四个点呢就画成图，好，你看长这个样子，哎，那同学老师带你回去看一下刚刚这里哈，你看这个经过 A 变换再经过 B 变换的这个点，好，坐标在这里。那如果先经过什么 B 再经过 A， 那点怎么样？哦，在这里，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不太一样？好 ，OK， 那这一题就结束了哈。好，老师再举一个面积的问题。好，本来是一个正方形，好，经过第一小题或第二小题啊这样的变换，问你后来的这个图形面积是谁呢？好，那这个的确是一个推移，好，这个也是推移，好，这是沿着什么？这个沿着 X 轴推移 Y 的两倍，在这边，那这个是什么？沿着 Y 轴，对不对？推移 X 轴的三倍。好，那我们就真的来写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们就写出来，本来这个是原来的点，好、哦，这个后来的点，不好意思，后来的点等于什么？原来的这些点前面乘上了一二零一，好，那真的乘出来，哎，最后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最后变这样，那这个样子就可以算这个面积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它的面积呢？你看最后变这样，那面积很简单，那个底是一嘛，高这里是一，好，你有没有发现底乘高一乘一还是一？好，所以面积并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好，面积是一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小题咯。好，第二小题一样的道理啊，哈，也是真的先啊怎么样？好，这样子啊，前面乘个一零三一，好，最后变这个样子，好，把它画出来在这里。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这个四个点后来的四个点面积还是，你看这个底是一嘛，高就这样坐下，哎，这个还是一，对，高这样坐过来还是一嘛，哈，所以面积还是一，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哦，好，只要是推移矩阵，前后的面积就不会改变了。也许形状会变，面积根本不会变哦，很厉害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咯。好，同学再多思考多学习，相信你数学一定会进步的咯。拜拜。